发生何事？为何大家这么惊慌呢？冤冤呐！天看夜里风中，又将故事论。玉家将军来，我上下乱纷纷。细太子去迎华，连番落锁门，怕富贵，深夜中都行出宫门。什么？是高太子？ 故里的逆境，胜天气呀！生无来生往，无想多变卦，伤心事如何解？脱离出大卦，心过一代中古，将事无牵挂，心神一心坚定，别家去烦我。 从太祖出世，阿叔祖先有一件遗言咯。太祖中大，家风威啊，专论圣王天下威。但是，伊也遗言太祖。 可怜，起时又出家，讨富贵，人天多事，世人顺。当时国王听了后，担心的就是太子会离家这件代志。 想袂到阿爹，阿叔祖先，敢是嘛参见伊？太子要继续别家，将来就会修行、正定、正觉，成为人天导师，这岂不是更是天下之福吗？ 爹，你敢袂记？先前太子多次向国王请求，要离家修行。国王虽然不想，但终究也是无法度解决太子关于解脱人生一切苦难的问题。太子一心。 虽然不错，但是为人父母者，怎样轻易挂下这份亲情呢？而且，日后徛被落为公一国王，又该何谁来继承啊？这公需要继承呢？ 需要继承的，国需要需要继承的。万万啊，阿爹，阿爹老了，你都要好好赶紧学习。不管未来这个国家的国王是谁，你拢爱继承父业，在乎。阿爹。
其实我姑嫂，请你救我的囝，姑嫂。姑嫂啊，老爷，阿娘，姑嫂，请你救我的囝，救我的囝。我想武林，今日不是我带，你袂买了乖乖，阿你也快到。这个囡仔，老娘，怀胎不知哦，老月母啊，这个都连林父都太半，我来看麦，囡仔，囡仔，告诉，这个放心啦。出世来到你世间，又乌又细，连半斤重都无啊！告诉我，老爷，你紧想办法，看这个囡仔是有救也无救吗？是啊，囡仔，我来看卖咧。夫人啊，夫人啊，好笑！告诉夫人，实在对不住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夫人，来，快随我回去。姑兄，你告诉夫人呐，月挂风乱心太多，夫妻无下各自诉，急中添乱。现在这是找太祖的关键时刻，这苦苦不救，六个月炸山海里，落土时就已经无救啊！咱不该耽误时间。告诉，请关留伊的墓地。夫人，快快随我回去吧！不行的，我惊袂死，还搁一口气。告诉，请你救我的囝。夫人啊，你唔通安尼啦。起来，我告诉你，妈，我告诉你，杨丽遐多如花枝，难以。
放心嘛吼，紧交扶起来。父兄大人，对他的性命，咱都要有耐心、甲爱心，尊重性命。一个人已经来到人间，都是爱去疼惜伊、爱伊，唔只是呀。我明白，只是我以为这个早产儿已经世间。人生难得，必须记住真济因缘，才会当来到人间。所以人人应该都爱好好把握。我错了，我真正错了，我不该轻言放弃。从今以后，我一定好好照顾这个囡仔，把握姻缘。是。多谢恁一家人，唔那是以后君的囝，更加以后君的心。夫人，甲囡仔身体拢还阁真虚弱，需要好好啊调养，赶紧回去休困。是啦，我会予满员准备一挂恢复疗养的药物。嗯，等你调节好，才甲你送回。多谢您，那呢，阮就先告辞啊。好，送。婉婉，阿爹，你的医术进步了袂少，方才多亏你。才会当将迄个囡仔救回来。阿爹过呛了，那无爹亲的教导，孩儿也无受能力可为啊。婉婉，你看这个世间是不是真奇妙啊？生老病死是一种的过程。咱拢不停休过，到了老的时阵，咱归何处呢？咱这个身体又是归到哪里去呢？未来咱脱离了这个身体，又是往对一方向去呢？生死无常，就在一瞬间。阿爹，其实我早就怨怨，世间事确实真微妙啊，但是。伊的道理安怎来？无论任何人到现在也未真清楚，所以你也免用时间去思考。相信太子也是同款啊，今日出宫，有一天伊也是会倒转来继承王位。阿爹老了，日后故事也需要你来继承啊！我有你的辅助，悉达多杰灵成为尊伦圣王啊！尊伦圣王。爹，我你免想这些，夫上夫人也伫咧等你的药啊，你赶紧去调治，趁早送去予伊。是。
阿爹，哪呢太子伊？阿爹相信太子也会倒转来啊，你就赶紧去呀。哦，是。是这人与太子同款，同款有勇气的。亲像太子遐尼啊自由嘞，其实我愿和太子你同桥。只可用色心，
却无法养慧根，得出人心，若不能勤修智慧，雕刻烦恼。如此，又与其他母亲众生有何差别啊？哎呦，少爷，什么色心慧根？阮只关心你的血口三斤，体重几斤？什么有情无情？我只知影，阮用心煮食，有抗感情。你若是无食，就是对阮无情。你，少爷，少爷，哎，少爷，你着好心好行，加减食一挂吧。是啊。你在那边吗？我在那边吗？是要小心，你等我一下。少爷，少爷，老爷有交代，你不能跟那个朋友。少爷，我来给你开门，来。来，请请。